好，杂谈一下，对吧？各位有吃烤肉吗？好，当你们有吃。各位有吃柚子吗？也当你们有吃。好，各位有戴柚子皮帽吗？好，我知道你们有戴，但是不可以给狗狗、猫猫戴，那个对它们不太好。然后，你们有吃月饼吗？里面有包蛋黄吗？包蛋黄的话，我们今天开始就不是朋友了。下去。好啦，你应该是有人喜欢吃里面有包蛋黄的啦，但我自己是不喜欢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月饼应该要是甜的。我觉得啦，你们也可以觉得是偏见。